放猪吊菜看啊，看我，再看。对，大人坐着几个嘛，坐着几个，放几个。行不行？这个师傅，你再请个陪他去。你请喊一个。我不请。彭胜，你彭胜，你要不要请？我不要。我也不请。我穿短裤。你知道他现在从哪搞那么多臭秧子吗？之前就有。这都是陈志峰的呀。陈志峰从那甘家湖拉了几千颗，最后摆不下呀，自己给李建宏分了一点。哎，彭胜，他那你儿子的帽子为什么不戴啊？他不想。就野蛮的原因。他自己要求不戴的，他说他不想戴帽子。哎呦，傻逼，这个晒回来，让晒起来。对，人肉干。对，黑肉干的，风干肉。这胡杨们现在搞都搞不了。他可能这样绕一下。哎，他们是那个在那个拿103里面。